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我想解决我肝脏的问题，我肝脏疼，有纤维瘤，觉得不舒服。我看到那个挂了一个气球啊，挂了一个气球，好像是那个气球是哪里来的呢？那个气球是那个赵天化上的，赵天化上的气球，赵天化上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赵天化上的气球啊，这边是气球，那边那个很夸张的农民抱着那个稻穗啊，稻子啊，农民抱着稻穗啊。农民抱着稻穗啊，农民呐、啊，抱着稻穗啊，稻子啊，有点像稻子，有点像麦子，就捆着那个气球啊，吊在那边，气球啊，在赵天化上这边有气球，这边农民那个抱着那个稻穗啊，或者麦穗啊，然后你说啊，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你说我还没有看到农民有闲情逸致啊，抱着稻穗的时候还拿着气球。我还没有看到农民闲情逸致啊，抱着稻穗的时候还拿个气球。对啊，是那个气球啊，那个气球挂一直挂在那边吧，挂就跑到你那个肝脏那个地方去了。你那个肝脏是什么什么痛呢？就被气球往上扯着的痛嘛，气球试图要往上跑，好像在拉你肝脏那个筋筋吊吊的，就那个气球啊，筋筋吊吊的。这个赵天化是你小时候看到的，小时候八九十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赵天化，就农民抱着那个稻穗，然后同个赵天化上面呢，这边有那个气球。现在你肝脏的症状就是被那个气球啊拉着往上吊的那种不舒服呀，就一个气球啊，所以你那个地方的那个如果要仔细看那个样子，就是个气球的模样，但那个缩小的一个气球的模样，然后你往上吊，然后痛啊就是往上吊的，然后你原因在这里边，所以呢你要告诉我，这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一个事情。你说。这个气球和农民抱着稻穗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这个气球和农民抱着稻穗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对，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场景当中。中国的农民苦啊，真叫农民苦啊，农民苦到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哪有什么那个闲情逸致去拿那个气球啊。所以呢，你要心里要想明白，这个赵天化也是蒙人的，也是骗人的。这个赵天化也是蒙人的，骗人的。就是你要跟着我的思路，就是说，重点只有造假，重点就是这个造假，这个赵天化造假，重点就是这个赵天化造假，重点就是这个赵天化造假。哎，然后你要记到你的心里去，你说重点就是那个赵天化造假。对，赵天化造假。然后我看到你小时候就看到他的时候。看到那个赵天化农民抱着那个稻穗，抱着稻穗的时候，这里手上还拿着镰刀，但是这边呢飘着个气球，既没有人悬着，也没有什么，就是就像画画的时候给他像小孩子画画给他架个气球吧，就这样，所以来表示那个欢乐的气氛在那边。然后呢你要说我那时候没有辨别能力，我那时候没有辨别能力。你说我现在倒过来看的话，觉得那个是不可思议。现在倒过来看的话，那个是不可思议。倒过来看的话，那个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他们以造假来美化这个生活，谁家农民苦啊？农民苦啊。然后到那个最后年终的时候，人家那个搞那个叫这个我们那个叫年历嘛，也是一个赵天化嘛，就是把这个就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呢是来卖给老百姓，就是表示那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要说一个，我社会主义好的后面就是饭也吃不饱。我这边说社会主义好，你说饭也吃不饱。饭也吃不饱。我说社会主义好，饭也吃不饱。社会主义好，饭也吃不饱。饭也吃不饱。直到这个时候说饭吃不饱的那个气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爆掉了。爆掉以后，现在不扯你那地方了，就那个气球啊，
因为这个气球表示换了气氛嘛，你一听说饭都吃不饱，这个换了气氛没了嘛，换了气氛没了嘛。你说啊，农民脑袋里面总是想抱着那个稻穗啊，这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梦想。农民抱的稻穗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梦想。他们的生活当中根本没有那种幻想的气球。他们生活当中根本没有那种幻想的气球。哎，对，他们生活当中没有那些幻想的气球。他们生活当中没有那种幻想的气球。哎，因为这是中国的60、70年代的话。那中国60、70年代的话。哎，那是中国六七十年代的话。那是中国六七十年代的话。哎，你说我那时候看多了。我那时看多了，就对他没有辨别能力。那是看多了没有辨别能力。哎，我看多了以后没有辨别能力。我看多了以后没有辨别能力。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对农民说啊，你不要老是抱着这个稻穗。不要老是抱着那稻穗。你收个上面的稻子就行了。你收个上面那个稻子就可以了。对，你收个上面的稻子就行了。你收个上面稻子就行。可以了，对，你那个有那个刚才还有下坠的感觉啊，有个往上下坠的一种感觉，不知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那个稻穗抱在身上太重了嘛。你实际上收回的稻子就行了嘛。收回的稻子就行了嘛，你干嘛，你说实际上没有人这样抱，这样捧着的一大包不这样抱着的。所以那个话也不对的，谁这样抱的，你说你收回上面的，你把在上面的稻谷就行了。你收割上面那个稻谷就可以了。哎，你收割上面稻谷就可以了。收割上面的稻谷就可以了。对，你说这个一大盆子啊，哎，你说这一大盆收下来只有实际上只有一点点。这抱着一大捆呢、啊，收下来其实就一点点。哎，对，收下来就只有一点点。收下来只有一点点。实际上收下来只有一点点。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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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来只有一点点。哎，你说那个收下来实际上只有一点点。收下来实际只有一点点。哎，你说这个盆子脏下来，那个没有小半盆呢。这个盆子脏的话，也不没有小半盆呢。这盆里装没有小半盆吗？哎，只有一点点。哎，对，只有一点点。你没有，你没有必要抱着这么多的稻草。你没有必要来悬浮的。呀，你没必要抱这么多稻草来悬浮的。对。突然就意识到了，好傻呀！突然那个王林呐、啊，那个林呐、啊，那个赵家画上的那个人呐、啊，那个人突然意识到了，他抱着那个稻草的时候来悬浮啊，表示我丰收了。你说谁有这样的抱着稻草的那个悬浮人嘛？哎，你看到这个就意识到，但是我们看那个赵家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背后的含义，也是不知道那么傻的事嘛。哎，你继续对他说啊。你也没有必要抱着那个稻草来悬浮啊！你也没有必要抱着那个稻草来悬浮啊！啊，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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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如果想实实在在的要想吃饱饭的话，你看到那个打下来的、收割下来的稻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到丰收的样子，看那个打下来的稻谷就可以了。哎、对，这么一说以后，我就看到你那个。刚才这边，刚才不是静静吊吊的被气球拉到的东西吗？好像那个小气球一样的，里面有充着的气的。哎，对，慢慢它缩小了，因为那个里面就相当于有点夸张。那个有点夸张，没有必要夸张嘛。实际上你抱着这个稻穗，你抱了一大捆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稻子嘛。谁会呢？没事干就抱一直抱着那稻草不放呢？一般人割下来以后，马上就是关注点就在这，稻谷上面了。对啊，你说对着他们说，你把你关注点放在那个稻米上面。你把关注点关注在那个稻米上面。哎，你把关注点关注在那个稻米上面。你把关注点关注在那个稻米上面。哎，对啊，你不要把关注点关注在那个稻草上面。你不要把关注点关注在那个稻草上面。你那个地方有点叫纤维化，纤维化叫什么嘛？稻草呀，一根根稻草呀。哦。那是一根根稻草呀。那是一根根稻草呀、啊，他的那个他就把稻草放在这里了。哦。就以前的功能，你看嘛，稻草以后，稻草放在那边以后功能不好了。哎，现在就慢慢把稻草卸下来了。那你对那个农民说，你早该可以把那个稻草拿下来了。你早该可以把那稻草拿下来了。哎，早该可以把稻草拿下来了。你早该可以把那稻草拿下来了。这是高维空间的东西啊，我解释一个东西给你听啊。比如说，
天上一根飞机，但地上看的是一个点点，但我平时看到就一个点点，在肝脏上面一个点点嘛。嗯。但呢，还原回去是个那个是稻草呀。你刚才上面你说纤维化什么之类的，纤维有关的就是稻草呀。嗯。就它那稻草呀。哎呀，你说我听得很震惊，怎么稻草也到我身上来了？哎呀，怎么稻草也到我身上来了？哎，然后那个临界的同学说，没错没错，就是你看的那个。那个照片画上的那个稻草啊，看到你眼睛里去了，看到眼睛里去了，然后就长到这里了呀。哦，哦，然后你说这么夸张的事情，我今天才想明白。这么夸张的事情，我今天才想明白。哎，这么个夸张的事情，今天才想明白。这么夸张的事情，我今天才想明白。嗯，你说，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稻草背后。还有那么吃不饱的人，我真的没有想到稻草背后还有吃不饱的人。对，他实际上是来掩盖那些嘛，掩盖那些嘛，哦，掩盖那些嘛。而且一来以后，好像你那个肝脏有经常那个营养不良的感觉，嗯，营养不良的感觉就是他那个掩盖掉的那个吃不饱的人嘛，掩盖的吃不饱的人嘛，掩盖吃不饱的人嘛，掩盖吃不饱的人嘛。说完以后，我看到那个曾经那个抱着那个稻草的那个人呐、啊，躺下来了，安息了。哎，现在我那个就扯到痛了，那个我刚才这么时间帮你分解一点点分解的时候，还没感觉到痛，现在我感觉到痛了，现在感觉到痛了，那个症状就过来了，就那个痛啊，嗯，那个痛啊，嗯，那个痛啊，就是啊，农民心里想想心痛啊。想想心痛啊，想想肝痛啊，想想肠子也痛，反正想想全身都痛，嗯，想想都痛。本来嘛，你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是有这句话的吧？嗯，应该是农民来说是第一个去收到粮食的，应该是第一个吃饱的。嗯，那一搞到这个农民反而饿死的。嗯，那你说这是天大的笑话？这是天大的笑话。哎，然后对那个农民说：“这不是笑话。”这不是笑话，这是你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这是你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哎，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哎，对，那时候我也从来没往上面去想。那时候我也从来没往那上面想。哎，你说我那时候从来没往上面去想。我那时候从来没往那上面想。哎，你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肚子饿什么的感觉啊？嗯，是吧？嗯，有点吃的比较多，老觉得饿。就单单饿，然后饿得快，就是在那个嘛，那个嘛，实际上没那个没吃饱嘛。哦。那个没吃饱嘛，那个正常在你那边呢。哎，然后你要对他说，你说这盆收获来的应该第一个，应该你吃才对。这个收获来的这一盆，应该第一个你来。你吃才对，而不是全部去交公粮了。而不是去全部交公粮了。而不是去全部交公粮了。而不是去全部交公粮了。哎，然后你说，我今天又发生了一个另外一件荒唐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一件荒唐。发生了一个另外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农民既然自己收的粮食不是自己吃的吧？嗯。交公粮交掉了吧？自己就那个报上那个空稻税啊，然后你自己对他说，这个话也没错。你收获的就是稻，你收获的就是稻草，稻米被人家拿走了，稻米被人家拿走了。呀，收获的稻草，稻米被别人拿走了。哎，对，稻米被别人拿走了。哎，说完以后，突然你那个主眼睛亮了呀！哎，原来我不知道眼睛那个主眼还有右眼呢、啊，突然一下子看明白这个问题以后，它反而亮了眼睛了。原来那个眼睛里也塞了稻草啊，眼睛胀啊，就没有看明事项嘛，就没有看明白这个道理嘛。同眼睛也有关，哦，那么，你说我今天终于看明白了，哦，今天终于看明白了。原来那些农民收获的是稻草，原来那些农民收获的是稻草，上面的米早就交公粮被人家拿走了，上面的米原来早就交公粮被别人拿走了，嗯，你收获的就是稻草，收获的就是稻草，然后你一直在饿着肚子，哎，现在连贯起来，你看发现好多事情了。
但你这个原来就从来没想过，只是看见这么一个招贴画，确实吧。嗯。反正记得不记得就不用管了，这个你分解开，看得一清二楚的了。嗯。哎，然后就是这个眼睛就好像那个说不清楚的不舒服，这不舒服到这么多一片。主演呢？我的主演。你的主演。嗯。大概就这么大的一圈就不舒服。哦。就是说，他你眼睛的不舒服的范围要超过你眼球的不舒服，超过眼球的正式大小。嗯，因为你没看明白这个道理嘛。嗯，哎，然后你说我今天终于看明白了这个。今天终于看明白了。终于看明白了以后，终于看明白了以后，好像那个眼睛呢，现在我看到那场景就很奇怪，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啊。就我怎么讲呢？我没法描述，就像一个，电影里放的那个登月舱啊。或者宇宙飞船上的有个舱里边，但我只看到主演啊，嗯，好像一个大环境在里边呢、啊嗯。这个环境里边藏了好多这个秘密，一直没搞明白。今天你突然一下子把它理顺了，突然把那个理顺了。哦，你说今天的主角就是中国的农民问题。哦，今天主角就是中国的农民问题。哎，对，今天的主角就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你说在那个年代，就是你小时候那个年代、嗯、你说在那个年代农民生活的是稻草，农民生活的是稻草，然后上面的稻穗被工人阶级拿走了，上面那个稻穗被工人阶级拿走了、实际上是政府在里面操纵，实际上是政府在里面操纵、种粮食的人饿死了，种粮食的人饿死了，对，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嗯，而且为了欺骗人民，画了招贴画。哦，挂了招贴画。招贴画上面还特意放了几个气球。招贴画上刻意放几个气球。哎，对，故意放了几个气球。故意放了几个气球。嗯，你说我那时候真的没看懂呀？我那时候真的没有看懂啊。哎，我现在看懂了呀。我现在看懂了呀。现在我看懂了呀。现在我看懂了呀。对呀、啊，我现在看懂了呀。我现在看懂了。然后你说“民以食为天”呐。民以食为天呀、啊。嗯，你说“民以食为天”呐。民以食为天呀、啊。你说，原来古代的那些皇帝啊，嗯，包括大总统，这个大总统指的那个是袁世凯啊，大总统啊，嗯，他们的制服上面都会注上麦穗、稻穗。哦，原来的古代。皇帝或大总统那袖子上都会有麦穗，哎，麦穗或者稻穗，或者稻穗的图案。哎，这对、嗯，他们记住了“民以食为天”。他们记住了“民以食为天”。哎，只有毛伟人，只有毛伟人，他是以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他讲天天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哎，从来没想过“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从来没想过“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哎。说完这句话，又有一个抱着稻穗的农民倒下来，就表示安息了的意思。他就是要传话呀，就告诉你，哎，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这个时刻那个右眼一跳一跳，像眼皮跳的感觉。刚才跳了两下子，然后又跳了一下子。你说，原来我小时候画这一遍。包含了这么多的含义，原来看小时候看的画里面包含了这么多含义。哎，我今天看懂了。我今天看懂了。哎，所以看懂的时候，我看到第三个安息了。嗯。然后因为到底图我不知道嘛，你就说哦，原来你们代表了一大批的中国农民。原来你们代表了一大批的中国农民。嗯，你们连温饱问题也没解决。你们连温饱问题也没解决。被政府戏弄了。被政府戏弄吗？被他们以交公粮的名义把粮食钱骗走了。被他们以交公粮的名义把粮食骗走了。哎、搞明白这个道理，又有一个满脸倒下来，又安息了一个。也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一个农民链。上次你那个女儿上面的是那个炼钢，一个炼钢链，就涉及到那么多，很明确的是因为围在一块的嘛。嗯。但这种农民是散在的，所以没办法清点到底多少个。但是代表一个阶层，代表一个阶层，代表一个阶层，哎，
你把这些思路理清了以后嘛，就是感觉肝脏上面好像干净了呀，又干净了呀，它就一阵一阵的又干净了呀，这个干净的时候又有一个倒下来了，又安息了一个，也就是说你反正不用担心这个事啊，反正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哦，你说啊，哦，原来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哦，原来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哎，原来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原来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哎，然后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那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群体。哎，这个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天安门广场上面好多气球啊，在飘啊。嗯。你说，飘气球的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飘吧。飘气球的就让他们去天安门广场飘吧。哎，同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同我们老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哎，对，说完这句话呢，又有一个。农民倒下来，又安息了一个。然后继续说，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哎，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哎，我们只想把饭吃饱，这个农民的想法。我们只是想把饭吃饱。我们只是想把饭吃饱。哎，我们只是想把饭吃饱。我们只想把饭吃饱。哎，我们也不想我们自己种的米，自己一粒也没吃到。你也不像我们自己种的米，一粒也没有吃到。哎，然后你对他说：“你把米尝尝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把米尝尝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哎，这是你把米尝尝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哎，你把那些稻草可以放下来了。你可以把那些稻草放下。哎，你把那些稻草可以放下来了。把那些稻草。哎，你把稻草放下来。你把那些稻草放下来。你把米带走。你把米带走。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排队啊，排着看不到边的那些中国农民呐。在好像那个在山间那个弯弯扭扭的小道上面，他们都是来讨债的，就讨那个他们原来的失去的那些啊，应该他们得到的，主要是粮食，哦，然后就像好多那盘子，你带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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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当年是被那工人阶级或者被政府官员拿走的，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拿走了。拿走了，拿走了，然后那个拿走了，因为他要提醒这么一个事呢，你那个甘蔗上面实际上还有一粒一粒的米粒这样的事情呢，米粒这样的事情呢，他就是提醒那个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呢，然后对他说你应该把你们的劳动果实拿走，应该把你们的劳动果实拿走，对，然后那些人呢就是来的时候就排着队都是没有粮食的，然后自己都是担着自己的粮食就曾经渐渐的离开了，曾经渐渐的离开了呀。就看到就是排队的自动的到这边那个成群结队的走了呀，成群结队的走了呀，成群结队的走了呀，成群结队的走了呀。然后你说在这里看到那个赵继化，现在重新看这个赵继化的时代，你说我看得很窝火啊，我看得很窝火呀，我看得很窝火呀，我看得很窝火呀，不是真实的，对，还不你就说我看得很窝火呀，看得很窝火呀，对呀、啊、你说我的生活当中我看不得那个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你那什么稻草呀、你看到的东西在你面前稍微有点乱你就想到的稻草，就是你不知道意识不到的啊，所以呢你就看不得眼前乱，你一乱以后就那个稻草的形象就出现了、那实际上那个那些外邻呢、看到那些就是那个稻草啊，就不值钱，又没有营养，就什么之类的，在你面前就想到这个事情，又不值钱，又没有营养，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不值钱的东西，在我眼前一大堆，这总是只有这样的想法冒上来，实际上就是看到那农民手上抱了个稻草嘛，就死死的抱着那稻草不愿放下来嘛，所以呢，那个你眼睛看到的场景，那个外邻那些亡灵呐，街上你身体看到的就是那个稻草，又不值钱，但是在我在死死抱着它，搞得它烦了，哦，你说我现在搞明白了，那个稻草确实不值钱。我现在搞明白，那些稻草确实不值钱。然后我的那个有的思维来自他们的。我的思维来自他们的。以后你看东西的时候不会那个关心别人细节去了，因为你的眼睛总是那个会，实际上你眼前有意无意的会浮现出那个一大堆的稻草来，所以呢，你看到一只要看到一个杂七杂八东西的时候，心里就烦了，心里烦了。现在那个稻草搬走了，没有了嘛，没有了。后来就有想对。这种场景对你没刺激了，那你说我也希望像人家这样过得轻松一点，我也希望像人家那样过得轻松一点，哎，我也想像人家一样过得轻松一点，我也希望像别人
一样过得轻松一点。对，我现在解释一个事情了啊，就是因为相当于这个花一直跟着你，那么那些附在你身上的那些成群结队的那个中国农民的那种想法的时刻，就脑子里总是那个稻草嘛，所以那个你这一转，就他们就是把他们引出来了，就自己的想法就是总是就是受那个稻草影响了。就那现在叫他放下了一个，放下了一个，和慢慢人清晰了，人清晰了，而且里边出现了一个场景呢，这个场景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一个竹叶外面，刚才是个稻草那个地方我搞明白了，另外出现了一个像一个填了一个大的那个圆球啊，那我不知道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啊，反正记得以后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也不像去那个登月的时候登月舱啊，因为它那个空间比登月舱大，但是呢那个哪里来我暂时不知道，一直在走边，好像这个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完成了，我正在说那个登月舱的时候，突然看到飞碟了呀，看到这个飞碟了呀，那个飞碟啊，好像那个飞碟很想飞到那个主侧，好像钻进去，好像钻到这个空间去，好像钻到这个空间去，然后你对那个飞碟说，这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秘密，这是秘密，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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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对，这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秘密，对，好像那个飞碟是要想看到这个在你的主侧，好像要看到这个秘密，但是你释放就不要让他看到，好像那个原来不是说我搞不清为什么要跟着你吗，我就不知道在你的那个主侧有这么一个东西，我现在看下去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对那个飞碟说这是一个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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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秘密同你们星球没有关系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个同你们星球没有关系的一个秘密，这是同你们那个星球没有关系的一个秘密，这是一个同你们星球没有关系的秘密。对，然后这个一个空间就突然就出现出来了呀，里面放出那个东方红那个电磁波啊，电磁波从你那个左边发出来了呀，电磁波那个发出来了呀，在你左边电磁波发出来了，外星人要找的那个电磁波的源头啊，就是那个电磁波影响了他们，就在宇宙里发生了噪音呐、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这个可能同我以前我说一直说不清的事情可能有点关系了啊。他你说他们一直在寻找，他们一直在寻找那个源头。所以呢，现在的关系就是他要寻找这个源头。你呢夹在他们中间，把它挡掉了。所以呢，现在这么一个关系，原来我说右侧飞行呢，现在可能就出现了。出现了一个有关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有关的事情，这个同那个右侧飞行有关，这个同右侧飞行有关，这个同右侧飞行有关，你现在告诉那个外星人，你对他说，发出东方红这个信号的，在我的左边，发出东方红信号的在我左边，发出东方红这个信号的。在我左边，发出东方红这个信号的，在我左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中国发射的一个卫星呢、啊，就那个时候农民吃过饭的时候、发射了一个卫星，叫东方红。东方红。那个对，那个卫星的名字就叫东方红。对，我记得是有。对对对，然后刚才我说的一个东西，又不像登月舱的，实际上是一个卫星。卫星里面发出东方红，运出来了以后，外星人在寻找。外星人在寻找。外星人在寻找。你告诉外星人，你说在这里。在这里，然后呢，原来在你的那个主侧嘛，你慢慢往后退，就是说我代表你，就是慢慢退出来的，同你没关系了，原来一直你挡着他嘛，挡着他嘛，然后你说那个卫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然后你慢慢往后退的时候，你说卫星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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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在这里。现在那个飞碟直接定位到他的，定位到他的是同你没关系。原来你夹在他们中间，现在不夹在里边了。你说，卫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
卫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你为什么被夹在里边呢？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看明白了，为什么你被夹在里边呢？嗯，因为为了造这个卫星，嗯，造卫星是工人去造的，嗯，但是他们工人吃的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嗯，以死了很多农民的性命的代价才造了这个东方红。哦，造了这个东方红呢，发射出去呢，一个在天上飞的是一直发东方红这个歌曲嘛，嗯，影响了宇宙了，嗯，影响了宇宙呢，那个外星人来找，嗯，来找这个原子在哪里面，就像把它掐掉，因为它影响了整个宇宙，就出现了一个噪声源了嘛，嗯，然后呢，你就是这个本能的，就像那保护着这个东西，因为像在中国的东西嘛，嗯。你爸爸不是说在东北搞什么？这个也同这个有关呀，嗯，也同这个卫星也有关系啊，嗯。所以说你爸爸曾经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东方红，就卫星呐、啊。哦。哎，这个是卫星，这是卫星。哦。然后呢，你无意当中就是也是保护到你爸爸的那种叫生意，就是那个名声的、啊、名声的。啊、哦。名义名声。嗯，就是你很看重你爸爸曾经干过的事情，嗯，但是你今天意识到，原来是基本上干了一件无用功，啊、哦，哎，你要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慢慢就会放下来了，就不会你就全力以赴在来保护他，所以那个你头痛啊是这样来的呀，啊、哦，哎，然后你眼球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卫星呢、啊，在你左边呢、啊，刚才所以说我说前面看到一个像邓月昌又不是、嗯，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卫星在里边呢、啊，嗯。哦，然后你继续说，我爸爸实际上做了一个无用功。哦，爸爸实际上做了无用功。哎，我爸爸实际上做了一个无用功。我爸爸是。然后你告诉外星人，你说信号源在这里。信号源在这里。哎，信号源在这里。信号源在这里。哎，信号源在这里。信号源在这里。哎，信号源在这里。信号源在这里。现在你看到了吗？原来你是夹在他们中间、嗯，现在那个在这里，卫星在这里，嗯、然后他们慢慢接近了，你能慢慢退掉一个，同他你没关系了，你看到吧？现在卫星在这里，哦，那卫星在这里，飞碟在这里，你在这里，不在他们中间了。嗯。然后你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飞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你在这里，然后就发现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嗯。飞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你在这里，然后那个飞碟在这里，卫星在这里，你在这里，同他没关系了呀。嗯。你就这次退出来了。这次退出来了，嗯，原来你眼球站就是那个卫星的一个球啊，卫星呐、啊，嗯，卫星呐、啊，嗯，哦，然后又是飞行也同你没关系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嗯，原来他在找那个，对，找那个卫星，哎，找那个卫星，哎，这个卫星是你爸爸在参与了那个事情，哦，你爸爸既参与了原子弹，有参与了那个。卫星，但你爸爸得到什么任务不知道，因为他不是第一线的，嗯，明白吧？嗯，他没有不是拿到直接的，不第一手相当第一不是拿到一个第一手包工头得到的资料，嗯，而是下面的一个相当一个工人啊，嗯，工人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嗯，但是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几件事都碰上了，嗯，啊，几件事都碰上了，哦，你说我现在要理一下思路，我现在理下思路，哎，农民。生产的粮食自己没吃饱，农民自己种粮食自己没吃饱。哎，拿了以后被工人去吃。拿来被工人去吃。工人去生产了卫星。工人去生产了卫星。卫星又发出那个噪音。卫星发出那个噪音。影响了宇宙。影响了宇宙。外星人来找这个信号源在哪里？外星人来找这个信号源在哪里？我一直为我的爸爸感到自豪。我一直为我的爸爸感到自豪。哎，就是相当于这个自豪了以后就保护着这个嘛，嗯、保护的是这意思，你挡在里边嘛，嗯、挡在里边、嗯。所以呢，就相当于这个事情没了结。那个，你那个飞机一旦飞到这边来的时候，嗯、你没办法挡住的时候、嗯，你就感觉就无意当中就感觉很着急，很着急就头痛了。嗯、这个头痛实际上不是外星人飞碟带给你的。嗯、是你担心被飞碟发现了这个卫星、哦、自己紧张了以后、哦、引起了头痛眼胀、嗯、但是呢我们从外观看起来是同这个飞碟有关的、嗯、实际上这里你清楚了吧、嗯、明白了、嗯嗯、然后你就一旦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爸爸
做了一个无用功。突然做了一个无用功以后，你这里腰杆子直了哇，腰杆子直了哇，腰杆子直了哇，然后那个身体上不舒服的那些筋筋吊吊，就是有点被扭曲的想法之类的，一下子就像灰尘般往下掉呀，就像被灰尘往下掉呀，就像慢那个灰尘一样往下掉呀，然后这个时候，对他们讲的时候呢，确实要把那个放下来。然后对你爸爸来说呢，你说你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你当时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你当时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你对你爸爸说，你当时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你当时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哦，当时的信号源呢？信号源在这出现的时刻，那个飞碟准备要摧毁他的，准备要摧毁他的，所以他投射过来一个强大的能量，打到我说那个打到眼睛上面，是飞碟上过来的，因为摧毁那个噪音源，打到了，不是你爸爸，就原来我说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打过来嘛，所以呢。相当于他努力在做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就掩护住了，掩护住了。这里要立体的想这个事情才搞得明白，就是来回几个方面来解释。我一会从这个角度看，一会从那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事情嘛。你这个时候你心里想的，我家里事情确实复杂。你说我家里的事情确实复杂。我家里的事情确实复杂。我家里事情确实复杂。我家里事情确实复杂。你爸爸后来啊，后来就这些干的工作的那批人呢，那些人最后建立一个航空航天部，当时没有航天航空部的，所以军队的。所以军队的那时候，是这样。然后才航空航天部，是这么一段历史。是这样。然后是这个当时的那个军队，对军队也可以说叫军工企业，但是那时候不叫企业，不是企业编制，而是军队编制，在军队编制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经费。也没有什么来源，他们的来源就是从农民的抱在手上的稻穗上面摘下的稻子，农民收获了一捆稻草。我，哎呀，说到这里的时候，眼泪都下。农民好苦啊！那好苦，就折腾下来，就收获了一捆，一捆稻草而已。辛苦了半天是吧？就收获了。一捆稻草。后来又一批了，就我们把他消息传出来以后，消息传出来以后，他们又安息了一大批。我都忍不住了，哎呀，辛辛苦苦就干了，就收获了，就收获了一捆稻草。你说我这捆稻草，永远记在我心里了。这捆稻草永远记在我心里了。哎，对，这捆稻草永远记在我心里了。这捆稻草永远记在我心里。对，越是记在那个记到心里以后，意念上记在了这个事情的那个地方，就不会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了。我也想哭了。